排水沟顺甲无顺，关系到整个生活环境。河北顶完璧里来头前厝排水支线，经过前一阵仔大雨，杂草是发了真严。当地里长发现了后，就向公所来反映，希望会当来整理这条沟啊。不过因为这条沟的宽窄伫咧管户，所以公所就赶紧来通知管户的水主处有清污的需求，并且伫23号早起做会前往现场会勘，希望赶紧排定清污计划，和排水沟的功能维持正常的运作。河北镇完璧里长甲河北镇公所建设科长甲管护人员等的现场会勘状况。里长谢忠富表示，伫顶届落大雨了后，排水沟边的杂草生了真紧，佮加上即摆天气介热，毋但开始生蠓虫，水沟内底嘛开始出现臭味。遮高的时候杂草丛生啦，啊风害排水，啊进前也落雨吼，就小可拢会积水起来啊。啊，大家烦恼即摆若佮大雨到吼，就拢规个袂通安尼啊。哦，阿总，今仔拜托迄个咱县政府来甲咱处理一下。河北镇公所建设科长刘信全表示，公所接到里长的叮咛了后，马上发文和管府请求来清污，因为这条区域排水是管府的权责，公所袂当随意来动作，嘛相信管府会赶紧来处理。王嘉欣里长啊，这是原埤里的头前厝排水的支线哦，然后因为近期好雨下哦，雨下完之后。它的杂草丛生啊，造成了淤积啊，然后还造成恶臭。啊，这条头前厝排水支线啊，是县府辖管的区排。我们今天邀请的县府这边来，我们协助来办理改善。管府水主处表示，现场需要清理的区排长度大约将近一公里。虽然去年已经清理过了，但是杂草在倒的速度实在是真紧，因此当尽量排定清污计划，希望民众会当做来体谅。新竹华新闻李炳宏、何美采访报道。